放了。大家好，今天呢 ，Angus 跟小白兔呢的车队来到这个苗栗头份的秘密庄园、私人庄园。我们把四台车呢，小林立的车都把它掀顶了，然后就地搭起帐篷，还有充电，哦，充电，大家都充电。然后把车边帐也打开来，哦，这样晚上就可以在这边休息了。这边是一个不开放的一个秘密景点，自家的露营区。这是今天摘的野菜，真的野菜，鹅菜，鹅吃的菜，鹅菜，真的是鹅菜。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吃这。这样可以，差不多了。是你们的专业，没有，我们的专业应该可以关小了。哪一个没有？现在刚关小。谁把它用掉它了？谁把它蒸到干？不要一直开关。
给一下香醋哦。香味哈，好香！这我早上一大早去菜市场用的，豆皮，豆皮，豆皮，不好吃的，好吃。色香味俱全，我就喜欢卤东西。帮你拌就好了，大概三分钟左右。你要拿大汤锅装，你再装回去。大汤锅。是有肉。没有，重点是干的。不会了，我还有很多菜。鱼啊，阿伦，我教你鱼，教你煮着，真的好吃。